你怎么还没走？夫妇人身体还好吧？我已经很累了，你赶紧离开吧。今日你又要招待宾客，又安慰娘娘，还要照顾关哥和傅夫人，别人都可以哭，你却一直忍着。故事是虚结尾，谁又懂？哭有何用？ 红村别庄，下午我看到李管家找你们要利钱了，你们要卖掉别庄，跟你没关系。 你们何时去？我陪你一起。吴白起，你还是不懂我的意思吗？现如今夫妇上下都跟你没关系了，因为你要守丧三年，是吗？我会陪着你。 就像当初你陪着我一样，你会后悔的。现在傅家人，雪儿，别的我都可以听你的，但这件事你说的不算。别说三年了，就算三十年、三百。 我也等得起，等而已。我一点都不怕，我只怕你哭的时候没人陪你。